我是一名出色的侦探，但是因为三年前的一场案件，使我放弃了侦探这个职业。今天天气真好，让我去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吧。天气真晴朗，真的很适合出去散步呢。有消息了，看来只能处理完消息再散步了。看来今天散步是没可能了，那就去破案吧。让我先去洗漱一下，也不知道这次会是什么案件。好了，洗漱完毕，赶紧去事发的点吧。我当侦探现在已经有五年了，处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案件，也不知道这次的案件能不能很快的就破解出来。白警官是在我无依无靠的时候唯一一个帮助我的人，也可以怎么说，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。白长官，这就是要处理的吗？但为什么会这样，皮囊都没了，只剩下了骨头和肉了？没错，所以让你和碧琪、尼和还有小爱一起执行。好的，白长官，先去把它拿去化验。尼和、小爱，你们在这看守，碧琪你跟我回去负责执勤。好的。OS， 这种手法真的好熟悉，不可能是这种方法。 OS， 它已经被毁掉了，但是手法真的好像，可能是类似的罢了吧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，先去化验吧。刘医生你好，这次还是要麻烦你了。没事，这都是我的责任，这次的竟然都成这样的了，不过没事，我可以复原。复原出来了，他叫艾菲利，住址我发你手机里了。好的，我看一下。好的，谢谢你了，我这就去。嗯，好的。不知不觉这天气就要黑天了，赶紧去吧。应该就是这里了，有人吗？有人，来了。警官，请问有什么事？你们的孩子 S 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的孩子。太太，您不要激动，我们一定会调查出来的。请问你孩子有什么聊天一类的东西吗？有，在二楼他的电脑。好的，谢谢。看来这个电脑里有重要信息，看来这个电脑要带走。感谢你们配合调查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真相的。好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现在就去那个公司吧，应该就是这个公司了，那就去问问吧。你好，你的朋友 S 了，能告诉我你们去了哪里吗？我们去了汉堡店，我带你去。嗯，好的。 OS， 这件事越来越想那件事了，不可能是那件事，就是这个地方了。我就先回去了，警官。嗯，好的，那我也进去吧，这生意还挺好的。老板，你见过这个人吗？没见过。那你慌什么？我那是太冷了，说话结结巴。好吧，那给我一个汉堡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打烊了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不对，现在是夏天，一点也不冷。再说了，牌子上明明晚上10点关门，现在才9点呀，绝对有问题。看来我要用我之前做那个的高超化妆技术了，让我赶紧回去化妆，然后再去买汉堡。 OS， 那个汉堡和那个老板一定都有问题。 OS， 到时候再把这件事汇报给白警官，说不定白警官还会表扬我。让我赶紧化妆吧，坐上我的梳妆台开始化妆吧。化好了，虽然过去了10来年，但是我还是化得很好。不知不觉天又亮了，赶紧去汉堡店吧。到这里了，那进去吧。老板你好，能给我一个汉堡带走吗？好的，没问题，你坐着等一下吧。您的汉堡好了。好的，谢谢，那我走了，拜拜。嗯，好的。终于是买到汉堡了，赶紧去化验一下。说起来最近不见了好多女性，应该很大可能跟这个汉堡店有关系，赶紧回去化验去。再去问问碧琪这期间有没有可疑人员吧。碧琪这期间有没有陌生人来过？有一个粉色头发的人，鬼鬼祟祟的。嗯，好的。 OS， 看来这个案子有很大可能就是关于他的。我这就是开始化验，刚才你隔壁来找你了，说是妹妹不见了，具体发你手机了。好的，碧琪，如果那个粉色头发的人来了，就把他关起来，他与这件事有很大关系。好的。到地方了，有人吗？来了。你的姐妹不见了是吗？什么样子？粉色头发，然后今天靠自得美乐蒂。 OS， 果然没错，她还存在。好的，我会调查清楚的，我先走了。那就麻烦你了。没想到她竟然还存在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毁了她。那个不就是她姐妹吗？为什么会在这？明儿过来。白警官，原来是您，但你为什么会打扮成这样？这是那回尼和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你忘了？没有了。 OS， 这回我不能打草惊蛇。我就是通知你这个案子，你可以不用调查了。不要装了，白警官，你就是凶手吧？你又把赫拉的姐妹杀了，画皮成他。灵儿，你想象力真丰富，什么画皮什么的呀。白警官，这时候你为什么还要说谎？你为什么要信奉那个什么也不是的画皮神？你住嘴，我不许你说画皮神。这事没救了，碧琪、仙儿，正好你们来了，你们看住他，我去找画皮神。好的。 OS， 那么明和小爱应该也被他抓了
了起来。那个水井有很强气息，画皮神应该就在那。画皮神，你等着吧，我能毁了你一次，就能毁了你第二次。进去吧，你和小爱你们果然在这，我来救你们了。你们赶紧去小巷口看住北警官。好的，这里应该就是画皮神了。画皮神，我不会再让你害人了。把这个打碎了，画皮神应该就不复存在了。打碎了，现在我要赶紧回去。到地方了，来吧，把他抓回去审问以及惩罚。好的。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，最近没有休息睡，累一觉感觉舒服极了。但是要亲自给白警官执行死刑。去换个衣服吧，这个是白警官为了训练我特意为我做的。先不想了，换衣服吧。衣服换好了，这是我做那个是第一次见到他我穿的。现在就去那里吧。现在由灵儿执行死刑。嗯嗯，好的。我下不去手。好好好，那我可就动手了。再见了灵儿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们压住他，我来解决了他。尼克，快去叫救护车。明白。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，白金？好了，你可以上路了。